的普明寺大扫除，志工们整装出发。佛光普照，光明的四月，大家抱着非常开心的心啊，来为师父们打扫他们这个清修的场地。我们能够跟师父们结一份这个缘，真的很开心。过年已到了，大家身心都可以平安健康，所以说我们都是要继续精进。仔细的刷洗擦拭，净思金色法师与慈济志工分工合作，从天花板到各个墙角都不马虎，在清洁大殿做的法喜充满，增进自己的福田和功德和增长慧命。足感恩的，人年都是拢一主动一来。整理过后的普明寺整洁又明亮，志工们抱着感恩心欢喜付出。台视新闻真善美志工范吕昭，花莲报道。